一个 talent 来一趟赚最多钱回去的是这个女孩子，她23岁而已，她来了26天啊，她赚了84,000。哇！ Yeah. 你没有 test 过你的 product？ 我不碰他们，可是我碰他们的。你本身啊，有跟几个睡觉过？下次。哇！哇！上面的套、下面的套都没有穿的，刚刚认识你全部射进去。欢迎回到这一集的你 OK 吗？今天我们的来宾哦，哇不得了，男人中的神，Gongtao Helpdesk。哎，我们很 honored 嘞，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我很 excited。我要跟他讲 ，We are the one of few people in Singapore 看到他的脸。哎呀，谁吧？是咩？有人看了，有看过，很多人看过，但不懂是谁。For the longest time， 我以为是 Gongtao as in。被克相啊，克什么？跟他家讲，他爸爸叫他龙头。哦，为什么？没有没有，为什么叫龙头？没有 ，at first right， 我是做 Facebook 的 ，so、我有一个很 funny 的 meme， 可是我不要 post 在我的 personal Facebook 啊，所以我就随便开一个 page 啦，然后就乱放，哎呀 ，OK 咯，我放龙头 help that 先，可能呢。Next week 我才换，Next week 我就换。But then like the next day 哦，他就2000个 follow 了，2000个 like， 我就哎呀笑了。一个 meme 2000个 follow。Yeah， 我记得嘞，我记得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啊，那是4年前的事。Covid， 我们一起 start 的。也是，我记得那个 meme 很经典，因为他是讲 about guys 跟小布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嗯。Yes， legend。你其实是做什么的？没有，因为我看 OK， 他的 content 好笑，对吗？对。But 我那时候有我一看到后就very funny， 我就去scroll 他的 profile， 然后就没有 scroll 久就没有 content 了。然后我就看，他 last time 他 poster 是一年前、半年前的问题啊。So 他的脸刚才看起来哦，我以为是一个 banker。他有 banker 的 look， 他坐在外面，我经过。我就觉得经过，他讲已经到了啊，我本来要去后面找哎，然后引爹他去前面找啊，然后就问他讲什么，因为白白嫩嫩的。Yeah， 说你是做什么 for living？ 说我是做比较偏门的东西 ，OK， 就是 to put it simply 是 talent management， 就是 supply 项目了。啊，对对对，哦 ，OK， 我 supply talent 进来新加坡 ，OK， foreign talent 啊 ，foreign talent， foreign talent， 我是 supply foreign talent。For all the 项目 in Singapore 咩 ？Almost all。哇，这换了，探多力啊！我记得他有讲过，在另外一个时候，他讲说，只要你有掉过花。有穿你在 contribute to 他的 income， 他的 skill 有没有？哇，国际企业钓一次是有 commission 啊？还是你只是是有？你 even 的花你都有 commission？ Let's say 你钓100块的花 right？ 我抽10%的，10块哇，太多了吧？有点 do nothing 这样。没有，他们没有 do nothing 的，因为哦，不要问我怎样懂，我怎样懂？因为他要去 settle 那个 sourcing。OK， 索性完了，他们还要安排他们的那个 flight， 对，给要安排他们的 permit。那个 flight 的 cost 你先定啊，我先定了。OK， 明白。你可以阿嘎跟我们讲，你一个月 average 啦多少，你会赚到多少？OK， 我们算 per 个啦 ，one 个 14 day you profit around $500。OK， 那你有几个个 ？So I average around 40 girls a month。这是很的味啊！所以那个 sourcing 是怎么 happen 的？刚才你讲我白白嫩嫩 right？ 所以我是可以从顶的找。哦。有些如果没有这么 handsome 就比较难找。所以 Ryan 你觉得他可以吗？哎，不要。那你有女孩子来 source for 这些 talent 吗？有，我是有这些妈妈桑也是会帮我去找。哦哇。然后就给他一个 commission。你的 organization 有几个人帮你做？So Thailand 有4个 part right， like middle、north、east、north 跟 south 啊。我 each one I plan one or two 妈妈桑，做到我有6个。妈咪帮我去找，哇，这是 commission based 的啦， commission based 的呀、yeah。你怎么开始的这种？其实我也不知道嘞，是不是因为你每次去想丢 ？I think 是因为我每次去哦，那你就开始认识哦，这个是做 agent， 这个是 manager， 这个是谁谁谁的。你们不明白，所以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你每次去想丢啦，你喜欢去想丢、啊、，then 我就慢慢慢慢不小心进入这个行业喽、啊。不小心，不小心的。我也希望你来做啦，你认识这样多人是这样讲。呀、yeah, ，就是你知道我在跟你讲话啊、哦。我知道，我知道。没有其他的收音。呀，我一直要眨他眼睛。这样你是有女朋友的人了？我是有女朋友的。这样你女朋友懂吗？现在是一个而已，所以现在是一个而已啊。但是你的女朋友懂你做这个行业吗？她也是泰国人。哦，他也是泰国人，啊、他明白吧？他 try not to interfere，、因为他会 jealous。哦，等一下我要问啊，因为哈、哦，之前我的朋友啊，嗯、他不是做泰国那边，他是做韩国的。哇、哦、我就问他，我就问他哦，哎，你怎样叫他们过来？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女大学生哦，嗯、还是我十八十九岁，我不会想去陪酒嘛，所以他就跟我讲啊，很不道德的，他讲他会在韩国哦。登报纸讲说新加坡在请模特儿哦 ，very common。对，然后他们飞到这边来才博别，拿掉他们的 passport， 叫他们去做工。哇，这个不是 human trafficking 吗？这不算 in a way 哦。啊不，他们到这边，他们赚到那个钱了哦。他们资源会流的，嗯呀，所以你的是不是这样？我没有这么 zig 啊啦，我的是自愿的，我没有收他们的 passport 还是什么的，they already know what they are coming here for， maybe 他们是跟听说朋友还是什么家人还是他们 village 的一些人做过，嗯、他们就比较愿意了来新加坡做，嗯，他们叫你公道也是。没有，他们叫我买我的真名啊。来什么？等你要跟他们讲，你不要跟我们讲，太过分了吧？没有，我就是不要他们知道我是龚涛，因为有些他们的 customer 会来，哎，你的 agent 是龚涛啊，哎 ，show 我他的照片呢。哦。因为还有一点点灰色地带，对不对？灰色地带。也是一个 celebrity pimp 啦，对不对？啊，对。In a way。讲到这样。In a way 啦。After 我们 secure 他，我这个 episode 嘛，等他就 follow 我，哎。你 Instagram 我就 follow，就看那些 story， 你好像跟你的 Darren 一起住的吗？还是什么？没有啦，他们有自己的家，我有自己的家，我 separate 到很好的公私分明啊。对，你之前 before 你有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对吧？你没有 test 过你的 product？ 我觉得不需要去 test 啊，因为他们来是陪酒的 ，whatever they do after hours 不关我的事，所以我很 disciplined 的 when it comes to work， 我不碰他们。你是你的 colleague， 可是我碰他们的朋友，没有错吗？这样就没有错吗？这样说你不要叫他朋友一起来做工。如果他的朋友来做工哦，我就不可以带他的朋友了。啊，就是 don't pee at where you。那为什么你不可以找 local 呢？新加坡人。他们会 feel intimidated by local， that's why 他们会去。所以去了就是觉得我去的话，你觉得有 market 吗？有啦，两千块钱的花费。来，我要。这个小弟自己带的。我自己带的，因为觉得我 worth 多少钱一晚。如果你是去那边唱歌，可能会多过了，可能来八块。不敢加。我已经唱歌十个可能。I think can 啦，可以啦，can 是至少要十，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掉，耶，真赚钱，可以，一整天就是这样的，OK， 没有，我很好奇啊，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做工哦，所以其实他们大致上他们的收入一天是可以收到多少花？因为我懂他们没有底薪的，对吧？他们没有底薪的，所以他们没有去 good luck 去跟 customer 聊天，没有去聊一下，他们是完全拿不到钱的。Yeah， 哦 ，got some nights 啊，我有些很漂亮的。也可以拿 zero dollar， 为什么呢？ Yeah, 在那里我去，因为没有人钓喽。哇，你晒那个男的要不要钓他？那个你可以问他们三个吗？你有经验怎么丢啊？我觉得你是 expert， 他是 expert。我知道这里，我去过两次 ，but 两次都是 for， 因为在唱歌。哦，说呢？是我钓话 ，but 我钓。哦 ，I'm not very into this style of life 啦。真的吗？我 don't like。我也是去过两三次，也是钓，也是钓朋友的，因为我也是排水。所以他们会 try 嘛，对不对？ try 什么？他们会 try 来跟我们讲话， but then 就没有东西跟他们讲嘞。为什么呢？聊不开啊！不会讲，我都听不到哦。那个有这样大声的，都。现在跟你去很近，人家跟你讲嘞，跟他去啊。跟他们在玩 dice， 你为什么要玩骰子嘞？为什么不可以玩骰子嘞？很多 understand 有那种 interaction。三个四，五个五，再开。玩骰子的 reason 就是。那个酒比较快玩，快比较快玩就要叫多三个超啊，所以这个是business strategy 来的，就是有很多 strategy 的，好像他们故意开慢摇的时候哦，tempo 就比较快，tempo 比较快就哎喝完有 guideline 的嘛，你会跟他们讲，好像还是 especially 那些第一次来新加坡的，你跟他讲那些有些跟女朋友来的不要跟他们讲话，还是看他们自己没有 guideline for。
想丢，只有 guideline for passing through ICA 而已。那你讲这样多做什么？哎，我要问你有没有老婆去来找你的歌，然后打他们。没有说打，可是有like boss Facebook 啊，哎、oh. this girl what careful 啊 ，what husband 哇哇哇这样。但是他们的 job scope 不是跟人家睡觉对吧？只是陪酒、陪酒客，那个是他的 official job scope。Yeah, okay, so what 他 do outside of 他的 work hours 里面 ，you have no control 啦。Yeah, 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们还是 human being，、他们也有 feeling 的。Feeling，、他们也有 emphasize。问一下，你这样你本身啊、有跟几个睡觉过 ？Before 我们可以读这个哦。我们的这位 brother apparently 还有一个 bookie dex， bookie dex， Pokemon 的，对，还有一个地图哦，泰国地图是吧？对，还有一个泰国地图，他睡过那一个 city 哦，那个 village 的人，他就有一个嘛。哇，明白。都 have 一个 bookie dex 应该是过百了啦，懂不懂？来，你自己 explain 一下。As of now 啊，你有算了，你有算。我有 keep Excel 的。Excel 里面写什么 ？Like video meet from where？ 如果有passport 还是什么，我都 every detail I key in 的。哇 ，passport？ 为什么要拿人家 passport？ Just in case 啦，我不是啦，我是有点变态，我是喜欢 keep data 的。哇，这种人最危险了，这种人最危险了。你不做 banker 真的是可惜。给说说现在有几个？这个现在是 149。哇哇 ，mostly is fling and one night stand， 就是他们也有这些需要，那我就 fulfill 那个需要。你就是别人好，你真的是 yes， 好过我觉得。请问一下 ，when 你跟他们睡觉的时候，你有穿 paper bag 吗？我什么都没有穿的。OK， 穿一个袜子耶，上面的套、下面的套都没有穿的。哇，哎，那你要 check 没有？没有 check。我有 check 了，没有，我是后。Actually 哦，你是后你会中，我是 no， 我不是后我中艾滋病，我是后我中孩子。啊，哎、欸，为什么？就是没有，这样可以 optimize 吗？就是没有中到嘞。等一下，149个你没有带，他们认识你全部射进去。different 啊，有些他们讲不要射，我就不射咯。有些讲 OK 了就 OK， 有些讲呆呆一定要穿套了，我就 OK， 我就穿套了。OK， 要尊重。说那些讲 OK 的都是 offside 的啦。在泰国吃药是很平常的东西，因为 over the counter 你就可以买药。所以你经过你的同大的那个经验啊，所以有哪一边的比较厉害？我纯粹好奇，泰国的这个 North Eastern Region 比较靠近老挝跟柬埔寨的，那边就比较 wild。南边是 wife material 的，清迈、清迈、没有哈寨，哈寨是 all the way south 了。比较 wild。巴达雅你有去吗？巴达雅我有去吧，我不会 enjoy， 因为那边是一个很 transactional 的地方，因为是那些 walking street 这些没有 feeling 咯，看了也是不想看的。Before 你进入这行哦，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是没有什么做行业的，没有做，就是你的 first job 吧。我这个 first job 吧。OK， 那你读书的时候是读什么？我是读design 的，你什么？你从 design 变成这样 ？Digital media design 这那种 ，That's why 我会 edit video， 我的全部都是我自己。哇，还会 edit video， 厉害！讲到 video， guys， 我阿弟你们还没有看啊？把他最近 upload 了一个 video， 我觉得西北好笑，他做了一个 animation， right？ 啊，不，他最恐怖的一次 scariest experience， 哇 ，experience， 不要讲，不要讲，干嘛讲？西北好笑的 ，true story 啊 ，true story， I soon 八万，就是COVID 的时候哦，刚刚开放，刚刚可以去别人的家，我在 TikTok 我 scroll， 我看到有一个香布，所以我 just follow 他，然后他 follow 我回耶，你用那个拱头扣啦，我用拱头扣，然你两个人 follow 才可以 message 吗？我 just try my luck， 我 just message 他，然后还是 message 回来，我们就讲话。到了一天哦，他就讲，哎，you want to come to my house 吗？哇，我就口水，我就去他家，哇，直接，我就去他家，然后我带红酒啦，我是 gentleman 来的，哇，带红酒啊，看得出，我会 wine dine， 我才 69，wine dine， 然后 after everything， then of course 有做一些事啦，我在他的，然后我在想，哎，哇，一个香布啊。把他一个人住在three room HDB flat， 不可能是 random 嘛，因为是政府主屋嘛。可是那时没有想太多啦，我就睡在他的家。第二天哦，醒来的时候哦，我听那个大门哦开有锁匙的声音，我听 normal 啦 ，roommate 啦，可能还有 roommate 还是什么。我那 panic 哎，他直接跑去锁门，然后我就哎 ，why you do like this for what？ 他讲没有，我的 husband 回来了。
但他不知道他的 husband 回来，因为他的 husband 是 regular， 所、so, 以有时在 camp， 有时在家。Thank you for serving the nation。哇，等等，我是 just 我还在 cupboard 里边呐，还是什么？看他来 sitcom 这样子。他开门很快的哇。At first， 他直接去 lock 了，然后就跟他老公讲 ，Wait， I shower first， 因为他的老公刚好带朋友。还有朋友啊，因为那时被打是假的，因为那时夜场还没有开，说他的朋友是来他的家喝酒，说会有朋友去他家，哇，很 panic 耶，我的心跳真的跳很快，真的怕了，真的很怕，then in the end right， 我真的是 go under 他的 bed， 躲在他的床下面，然后他才开门，然后他的老公进来 kiss 他 hug 他，然后老公不知道我跟他 indirect kissing 了啦，等等，然后本来他的老公要在那边跟他做，让我在那个被下面，他 friend 在外面，然后 friend 在外面，他跟他老公讲了，哎，你很臭嘞，你去冲凉先，然后我就溜出去。把他的朋友在外面，朋友在外面，他朋友看到我，他朋友看到我，把他的朋友也是 steady， 他朋友也是这样。哇，我男生哎，男生会这样的吗？因为 brother 嘛 ，bro code bro， 他们都不是跟你 brother， 他们跟你，你怎么跟他 brother？ 你是一秒这样看过而已。我赶快溜出去。But frankly speaking，那个女的没有跟你讲她有老公了。她跟我讲她 separated 了。From what I see 哦 ，doesn't look like separated。Doesn't look like separated。所以你也是很有 game 嘛，对不对 ？Especially 你如果想丢 and you want to get popular， right？ Right. 有没有什么 tips？ 就是给很多 game 哦，不是分country 的。All girl is the same。哇，来，你明 wise words 来了，这种 wisdom 来我就相信。OK， 来，但是有 formula 的。来，还有，我没有说 step A B C 这样的，就是你需要看这个 girl 的 personality 是怎么样的。如果她是很温柔体贴，你要也是跟她一样温柔体贴。如果她是那种怪男的，你要 out 怪男她。哦，这个很怪男呢。那我这样我会 out 怪男她。没有，那你会觉得这个有 interesting。连那种不讲话的呢，那种哭哭的呢？哭哭不讲话，你要看他有没有朋友。如果没有朋友，如果没有朋友一个人的话，我会 cheers 他一两次吧。我会在他面前呢、跟别的女人讲话，我会 purposely treat her like a bro 先，他就会觉得哎、我哪里不好。就这么他这么这个男人跟别的女人讲话吧，我只是这样，他就会真的科学一下这个，他就会感到比较不平，然后他就会 try to get 你的 attention， 因为没有人喜欢输。对，哇，这个 mentality 不错，有，哇，这个 free course 给你们一下，要买 master class 来。你 texting game 应该是 strong 哎，我是一个很 firm believer 的。Texting 啊 ，is just for logistic purposes. Logistic purposes. Analytical. Yeah. So for anything else 啊，你要先找吧。我觉得是 face to face 最好。Deduce 他的 body language，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走。因为 texting 你是看字，你不知道他是臭脸还是 happy 还是什么。好像跟你这个背不背景这样，我看不出。很难的。哇，很有研究哎。那 as 女的要怎么样去拿最多花？这个他不是 expert 哦，我是 expert， 因为我需要教我的 double。对对对，所以我本来也要问啦。你有 training 啊？没有，因为他们的花哦、directly contribute to 他的收入嘛，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东西教他们怎样。你没有 base 吗？我是 self employed 啦，应该是。没有，好像那个讲丢会 pay you 一个 base to bring 他们。他不会，因为如果我 request for base 啊，就没有 comp。百多个人 ask for no base。所、以是很 competitive and 很 high turnover rate 的。对，但你是一个 top dog 啊 ？OK 啦，OK 啦。所以还没有讲怎么训练他们。我跟他们讲，新加坡男人啊，最需要的是 girlfriend experience。girlfriend experience 啊，这一点是你要学，我觉得。屁！我穿 lingerie 的哦。girlfriend experience 是什么？我以前也是 girlfriend 过来的嘛 ，girlfriend 才会变 wife 嘛。对，不一样。girlfriend experience 的啊，你有没有变？你有没有变成 wife experience？wife experience 不好嘞。你们为什么不好哎？你们也是要变的嘛？你们是 husband 了哎。husband 不是 wife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有没有是 wife 哎 ？ex-husband。我没有。There's a reason why。新加坡男人喜欢去这种吊花场，就是他们缺乏了这种 girlfriend 的 experience， 但是他们会去这种地方去找，因为就有在这里 right， 女孩子才会捧你啊 ，TLC tender loving care， 不可以骂，不可以讲，要撒呀。其实很简单的 ，every girl know 的是要不要做，就是 submissive， 对啊，then 他们也有 texting game， 偶尔就是问那些 customer， you reach home already？ 最 dangerous 的是我叫他们讲 I miss you， 哇，上当 ，tomorrow the guy confirm come on。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被那个的girl right， 那个女孩子，她帮他求一个
牌啊，那个佛牌啊什么，讲要保佑他的，然后他很感动嘛，然后他过去 surprise 他的时候，他看到 locker 很多佛牌，就是一句话的代表，就是一个代表。他去 temple 买一百粒。Something personal that you give to the customer，、啊、你的朋友会哇很感动的、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样。So it's a technique 啊，没有错嘛，对不对？是，他就是给你那个 one night offer。没有，他讲他特地帮他求过来的。对对对对。他不是讲，他不是一个 mass product 在他的 locker 的吗？对啊，没有错，他特地请了一百粒佛牌。就 for all my customers 。说通常一个 cycle for 一个 customer 是多长 ？cycle？ 你中过广告，你就懂是一个比喻的。你说你中过？一定有的啦。我没有、啊，怎么你有、啊？哎，我有，我有，我有。Okay. 啊，真的，我就是被我老婆 ban 广告想丢了。没有 understandable， 来讲一下。我 friend 在那个小 B 做工 ，OK，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当兵啊，呀，所以我们 weekend 就讲，我们去 support 啦。你的 friend 是女的还是男的？男的在那边唱歌。Oh. 没有唱歌，他在那边做了 AM 这样。哦、oh, okay, okay, ，manager， 他们帮忙照顾人，然后去 support 他啦，呀，是有可能那时候太年轻，呀、yeah, ，你就中他长得漂亮，白白，身材没有讲说很好 ，but 那个 GFE 就是在了，对对对对，呀，然后你就真的会回去 to support 他的，真的会是。被 hook 到，我跟你讲，是因为你没有去过，你才会走。那你会觉得有 also do nothing wrong， 因为讲话而已。那个过程就你会觉得很舒服了，舒服。呀、yeah, ，不是 physical 舒服，對對對對就是来很合的来，反正过去了哈。等如果你看到这个，不要看了，不要看错。所以我觉得你年轻的时候你去啊还 OK， 如果你中你话不多 ，so。那个 Thai clubs 哦，他们会打给你讲，你可不可以来，能带十个五个是吗？还是你我 just show up？ 我会 send 照片给他们，哎、oh. 欸，这个 OK 吗？这个 OK 吗 ？Do a few 老板是吧？呀，哦，他也 decide 你要 keep 哪一个最好看的给谁，还是他们会出比较高的？因为没有 base 啊。是 comms right。Normally， 最漂亮的我送去最大的 club、嗯。哦、嗯。连那些比较小的酒吧，我就送那些可能 expired 的 goods 啊。什么叫 expired 的 goods？ 猪扒喽。所以我属于哪一个 club？ 没有啦，你 McDonald's 啊。不可以讲啊。你是那个老板，你可以 one day 带我们去喝嘛？我就你没有去过小酒吧。不可以去。哦，你照片被 ban 了，那我跟你讲。你被 ban 呢？你不是有去小酒吧唱歌？That's the only exception 哦。他也是啊，老婆有来啊。我从十八岁到现在，我没有踏进过想丢。那 club 跟想丢的分别什么？那 OK， 那 club 不一样。一排女生，对不对？ OK， 你有 supply 那 club 吗？我那个我 supply 越南，你 supply 越南。哇、哦，你没中过吧？你真的嘞？越南的更凶啊！什么？什么？越南的比较凶吗？嗯，越南的比较敢玩。OK， 我先跟你们讲 how my club work 啊。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是不是 KTV？ KTV。哦，我懂。所以那个果盘一来。什么是果盘 ？Sorry， Blender。OK， 那一盘三十块的。给点你的酒一来一棒，那个门一定开的啊，你就一拍女孩子进来。OK， 哦，哎，那个我去过一次了。哇，怎么去？我等下跟你讲，你就选，给你就可以选谁来陪你做啊。OK， 等做了，他们是包 ，OK， 看你去哪一个厂啊。OK， 哪个好？那个你要问他啊。说有些很贵的厂。他的陪坐有可能是五百，哇，他陪你坐，陪你坐呀，没有旁边的，坐旁边的五百，给，把 market 啊，大致上那种五十块还是一百块的啊，是包完包 more everything， 五十的一百包完是什么意思 ？value 的一样，哎，你 brother 啊，你 supply 这种是什么意思？这样了 ，whatever you want to touch everywhere， 五十块， right there with all your friends around， 所以越贵的越不可以摸，是不是？something like that， 越贵的越不。可以摸、越便宜的越可以玩。Huh? 对对 ，Then why would you want the 贵 one？ 有时追求感。So that when they 让你摸你爽。哦、I guess。我说。Okay， 我有一个 experience， 我有去过。为什么你去？我很年轻而已。I think 我 it was during 我的 NS period， 有一个 officer， 一个 room officer 啊。他就带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假辣的，怎样假辣？好像 Honda House 这样，好像是一个 studio 咯。OK OK。Then undecorated shop house。Then 我没有一个 concept， 这个是什么来的嘛？那我就跟他们讲，我不会 sleep around 的嘞。Then 他们讲 it's karaoke 而已嘛， but it's you don't do 啊。我想 OK 咯，那我喜欢看嘛，我就去那 karaoke room sit down。Then 那个 girls come in 啊， then 我就没有选，他们也是有别人没有选，那有选的就选咯。At first was very exciting 啊，我觉得因为有的看嘛，一般都他们讲话，那你看你的朋友这样，那你看你的 officer 做这样，那你也是爽，对不对？所以一整排你们选啊，不 OK 也不是很漂亮啊 ，normal 啦 ，it's just girls 咯 ，but 你 NS 嘛 ，so every girl automatic plus ten 的 ，it was 一个很奇怪的 ，but 还是 I'm your girl， 啊 then 我就拿你的手放在我奶奶包哎。
Then 我 just 一直讲，你不要摇吗？没有，我这样一直讲。Then 我没有看你，我在用电话嘞。Then 我 just 一直这样给你摸我的 breast 上。Then 俩弄一份 docking 了嘞，他就是一直讲，他就是一直讲。Then 我的 friend 就是手就是一直讲。Then 我两个他们讲完一个小时多哎，不要讲。才多少钱讲一个？50块哦，忘记了。50块，50块了。没有，重点是他们有讲，就是说男孩子全部去哦 ，even 那一块里面这边 client 哦，你再干净哦，他们也是讲说，如果你不叫女孩子哦，他们讲说你不是 brother， 对不对？真的是有那个 peer pressure 很 strong， 因为他们觉得有 dirt， 来我看你做的这些东西 right， then 你没有做，说现在就觉得你比较高啊，我可以讲你肮脏吗？不，你不可以讲我肮脏啊。要有那个 peer pressure 是真的是挺 strong 的，不，我真的是很无聊哎。KTV 跟想丢的音准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比较高的 comms 吗？没有 ，KTV 就是比较 guaranteed 的 income，因为来一进就是 confirm 50块的。But 在想丢啊 ，there's a chance 啊，那个想不啊 ，whole night 没有拿到花。But there's also a chance 啊，他一晚拿2400、5000块都有。哇，你的 record 是什么？一个人一晚21000。哇，嗯，那这种 normally 你们是故意得那个 customer 的是吧？是两个 customer， 他们在抢，他们真的，他们两真的是两个真的 customer 在抢啊！啊，因为我有听过那种 tactic， 就是啊，如果有一个 customer 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嘞，他们会故意哈掉假花 ，plan 啦，留 plan。这个以前是有，但现在就没有什么这样的东西了，因为全部人都知道了，真的是。我不知道嘞，因为都对我最近那些，现在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林，啊，我是那个想丢的啊，你掉他200，我就掉500。哦，那你看到你结论1000，男生，那我就得2000。其实我们很 simple 哦，我们很简单，我们只要 competition， 没其实很简单的。对啊，你通常因为那个吊花的那个部分，你吊完了哦，所以吊他多，他下来他就是去那个桌子啊。哦，反正我放200，他不会来啊。这样我200要输掉啊。你已经输了啊，200哎。After that 啦，我 next 啦。200而已嘞 ，bro。哎，200很多了，我都不认识你。500哎，500又贵的，贵的。那 club 是 different level 了，把你们要懂很多大生意都是在那 club 谈的嘞。对对对对对。老实讲，老实讲，我没有在那边谈过生意，讲真的。我老实讲也是没有，因为我根本都不喝酒，所以 a lot of my clients 都不会叫我去那边。如果今天我有一个 deal 来50个 million，他讲我要去 KTV 的，我要去开心，我一定看我老婆。我一定会给他很开心。如果他讲哎 ，bro， 为什么你没有做什么，你没有摸啊？我一定一直跟人家叫的。I mean, yeah, I 30个 million 可以让我的老婆忘记她的烦恼。对, 对, 对我相信我女朋友也是会让我的。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一辈子吗？当然是不可以啦。你说你有什么计划？现在就开自己的想丢咯。哦，开了吗？你开了？我现在 try 那些 pop up bar 咯 ，try 先啊，一个 small 的 environment 就比较容易算了。所以你的 end game 是你要开自己的想丢啦。So instead of 我做那个。Agent 啊， well, 我找那个 agent 做。Then what's stopping you right now？ 贵耶。我觉得 financially still doesn't make sense。我是看我的 talent 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行情不太好。哦，明白。OK。So not the time yet。The harvest is low。The yield is low。So is this within 你的 next 5 year plan？ 哦，你要 observe 那个 market conditions 先。我是会 observe 先啊。OK。But 你喜欢这行业啦 ，I guess。And you are good at it. It seems 挺好玩的，讲真的。Actually, 真的是很头痛的。Oh, man. But I cannot imagine how many 40个女孩子。But you are good at it, right? You are good at it. You will say that you are good at it. I'm decent 啦，还可以啦。Right. 我想很多朋友好像去想丢哦 ，then maybe 有一个 season 啊，他们一直去，就是几个月。Then 出来三年全部可以讲泰国话耶 ，what the。两中三十号就把搞死动。哇！没有那时候我去，不要一直讲。没有那时候我去，我去当兵，我们要去学。为什么？因为我要跟那个 driver 讲聊垮聊塞啊，不然那个 driver 不懂讲假。明白。哦 ，driver 不懂怎么打 gear 哦。明白。没有，我们真的当兵需要懂，他会 send 你去一个 course。怕打 gear 打错 gear。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在做这个行业啊？如果有一天啊，你有一个女儿了 ，then 他看你是做开想丢啊，做 agent 啊 ，then 他觉得哇，这个钱很好赚，他也要去做。做些什么？我不会停止他做。哦，为什么？不会阻止他做。为什么？我会教他怎么样保护自己，因为我觉得 end of the day 这个不是一个 bad 的行业。坦白来讲，你不在伤害人。其实你在帮人啊。这些泰国女孩子，我是在帮他们，因为他们在不是在泰国，是帮我们楼哥的。他们是好像家庭需要钱，还是single mother 还是什么？连这些男的哦，我在帮他们
找他们的自尊心。没有自尊一个个，自尊不见掉。除非得罪人家嘛。他们从泰国过来对吗？嗯，对。他们一次多久？两年吧。Normally 如果是 holiday 的 permit 啦，就是14天，14天就回去了。因为超过20天啊 ，ICA 他进不了那个 auto pass， 那有可能那个 officer 会 ban 他们 for 5 years。回来啊，说、不然就是26天，可是26天就很危险了，因为有可能他们被 ban for 5 years。明白、不然就是做这个 work permit， work permit 就是 they are legally allowed to work here for 6个月。So but most of them 是那是 2 weeks 的啦。Right now 比较多 work permit， 因为 ICA 现在 clamping down 了。所以你认识很多个了啦，对不对？因为你对吗？你每两个礼拜交新的朋友嘛，对吗？啊 ，something 来的。所以有一个来一个 talent 来一趟赚最多钱回去的是。这个女孩子她23岁而已，她来了26天啊，赚了84,000。哇！8万是 in 26天呢，她很漂亮吗？我觉得她很会拉扬她的 customer，她中到两个 ASEAN girl，哎、两个都是手嗨一点的，一直一直掉，两个都很有钱的啦。八万四，哇 ！I think to them 是一个蛮 life changing 的。差不多，我们也是挺 life changing 的嘛。一个月少过一个月8万呢、没有，我也是有，我也是有说一个朋友，我要讲，哎、我这个朋友啊，就是单身，然后他就中拱涛啊，然后就有一次啊，就跟那个女的讲，不然你不要做到这样辛苦了，我养你。哇、然后那个女的问他，你赚多少钱？啊，他讲我一个月我赚8000，然后你也跟他讲，神经病，我一个月赚20000。OK， 今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拱涛 Helpdesk。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跟我们的节目，记得打开小铃铛，还有 subscribe，OK？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